我要挑战跟着陌生人买东西，看看究竟能买到什么。我们现在到超市出口了，来物色一下目标。Later。哎，你看，那里有个帅气的小哥哥，看着好眼熟啊！看见帅哥就眼熟。分享这个沟通中。拿到小票了，我们现在推一个推车。第一个，扎耶尼巧克力蛋，它在哪儿啊？找半天都没有找到，不会第一个就翻车了吧？终于找到了。下一个是旺旺维多利。旺仔 QQ 糖肯定也在这附近。糟糕了。下一个是格力高百奇草莓味士饼干。下一个是美汁源芝芝桃桃桃汁饮料。这点东西太不容易了，现在钱呢？我去结账。Later。 终于买好了，这小哥怎么买了一件粉色产品啊？你真的没看出来是谁吗？他不会也是测评博主吧？对，而且人家粉丝还……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